Hi, who are you? Hi, I am Miss 小郭。Okay. 才两百多。小姐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你看这里熟了，熟掉了，熟了。哦，好像也没买多少。没错，对。你刚选的我脸很大，我没有做事。这边里面就有碗跟那个盘子，那些。然后文件那边就有玩具的地方。哇，好。这音响怎么了？三楼。一组啊，这大瓶一组，然后再两瓶白葡萄酒啊，又不会醉。高中哎，我毕业后吃这个都完全没有感觉了，你知道吗？高中吃的很难吃。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我特地带了，好烦哦，这个人暖瘦的瘦卡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这一趟是要帮你庆生的吗？对啊，我们有说要帮他庆生吗？没有吧？对啊，哎，今天是你生日哦。
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！哎、欸，晚上开灯好漂亮哦。黑猫，不错不错，穿的什么样子啊？穿的什么样子？这铃铃当当，一个是蓝色，还漂亮，狗都比你好。哇！漂亮了吧？超婊子！哇！这什么鬼地方？好棒哦！唱打麻将。哇！徐慧慧好大间哦，好酷哦，什么都有卖耶。芋头要吗？芋头要。中奖中起来！我们要来宜兰拿耶，继续继续。啊，我不要钱了。那你们在我们中奖、欸，这样几率高哎。好，加油！加油人真好，这样闪闪的放进去。不好喝、啊。太黑了，这个太黑。可是烤肉根本就是要这样子吃黑色的、啊。好好，你放上去。我来看你吃。给兔兔吃，给兔兔吃。请问是哪里来的国标舞者？还来啃鸡腿。狗傻眼。Later。讲一下计划。寿桃进去，然后寿桃笑完之后，我再从后面假装唱完生日快乐歌之后，然后我再从后面进去讲。刚打开冰箱中，哎，有一个蛋糕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有蛋糕哎，可以吃吗？红色比较好。还是紧张吗？好紧张哦！红蛋糕在这里，虽然这边裂掉。好像一只就好了，一只很像拜拜，一只比较好笑。这画面好奇怪啊！哎，等一下，走。生日快乐姐，真的假的？我也有这一张，好帅哦！这张最好看的、欸，不是吧？你跟我一模一样哎、欸，好帅啊！
晚上12:15，你们在干嘛？我是宵夜主厨，大家都饿了，我担心大家饿。你说喝到一半肚子饿吗？对。我贴心帮大家，就是出来，我没有多久哦。现在是1:40了。这一位阵亡。五啦。你们。6 3 4 3阵亡吗？下完成了没？5 2 1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一。他睡很久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还以为他要收钱呢。我就是想吃。我是早起的乖小孩，一点都没有睡。Good morning， 早安。Good morning。哎呦，好早起啊！真的很早就起床了，脚。微微，原来这边有那么多鱼。哇，好会切哦！嘿，他哎，土产又是满满满呢。你们那时候上高雄是10点多，可是你们是不要上高雄，要上北宜了哟。不要紧张，没事，我没有紧张。可是是不是起雾了？对，起雾。好，走，右弯一点点。对，右弯。来，开线，开线。咦，这也太雾了吧？右边右弯。We did it！ 哇 ，We did it！
哈哈哈哈哈哈。